这集我们要讲一个，就是我们七十年代的一个，主心骨，嗯，就是七十年代北京小孩的主心骨。八十年代也算上点吧。不是，你算后期了，我们是 original， 七十年代小孩的 original 主心骨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先猜一个，真的，羊肉串儿。就真的，我觉得就是羊肉串这件事儿，就是七十年代孩子的主心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这么有就是他妈的，我们在大街上突然间看见一帮新疆大哥推着一铁车，这是真正羊肉串最早出现的样子，就是跟卖煎饼的似的。不，他那车瘦，卖煎饼那车是一方的，那羊肉串那车是一瘦的，然后呢，就是蓝的绿的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嗯，反正就这么一铁车，一铅筒子，然后上面一烟筒，然后就是底一能推，然后底下搁东西什么的，就一铁车，然后推到某一地儿，然后往那儿一搁，然后就开始，然后围一帮人就开始吃羊肉串。羊肉串最早的出现就是差不多我有印象就是这么出现的。嗯，拿一竹签子，哎，不是铁签子、嗯，就车条。嗯，最早就是车条。哦，车条前面磨尖了，然后车条签子，然后那个。几毛钱一串，两毛，一毛五。炭烤，嗯，就是新疆大哥在那儿烤，嗯，然后就是，我记得我吃完第一次以后，我就呆了，三观都变了，感觉是吧？哎，我现在想着嘴里都冒水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，我第一次吃完这玩意儿以后，我就呆了。是不是耳旁还唤醒着“要几个，要几个，要几个”？对对对，就那时候，全北京小孩全会新疆普通话了，新普。北京孩子瞬间五分钟之内学会新普，所有孩子上学的时候都开始变成新普。你在干什么？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间大家就会这个语境了。嗯，你问北京，我这么大七十来年代孩子里头，所有孩子都会说新疆普通话，这特别牛逼，就是让那个。买羊肉串给串的，对，让买羊肉串的给教的，就大家全会有几个有几个，连我们那些我认识的那帮外国人，就那些甩糖那些外国人，他们都会说新疆话，我们每次都一使眼色，然后他们就会喊打腰子，打腰子去，有几个。就是这个变成了一个就是当年那一个时代里边的一个标志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吧，我小时候那会儿就是涌入了一大堆新疆人在北京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涌入那么多的新疆人，然后导致就全是新疆饭馆。新疆村那会儿不也是？然后就是我说的那个北京口味，那时候有一阵儿北京差点成了新疆口味，到处都是新疆饭馆。然后你想，你吃的最多的就是出去吃饭，最多就是什么拉条子这类的，大盘鸡，去找一个新疆饭馆吃一拉条子大盘鸡。我和我媳妇吃饭经常就是找，还是去新疆饭馆。对呀，因为新疆饭馆还是过瘾吃的。后来越来越不行，我就往清理了，就没什么新疆人了。而且没觉得大学附近很多都是新疆饭馆，新疆村嘛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后来的羊肉串了，我先慢慢讲这个，就这个炭烤这羊肉串吧。起来了也就个一两年，嗯，然后呢，可能因为这污染吧，就不让炭烤了。不是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污染还是什么玩意儿，就是那个西单，嗯，西单那时候还有劝业场，外边还有那个，你知道外边还有一个科技走廊，你知道吗？里边搁好多小模型。没，这没什么代沟了。慢慢我们再讲。劝业场我知道。西劝，你说是民族还是西劝？俩，西劝是最外围的那个。最大圈挨着大街的，就是旁边就是长安街了，长安街那大圈里印象不深了。就是这那是西劝，嗯，那西单劝业场门口开始出现了，反正那是我有印象最早出现的电烤羊肉串，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，就是弄那么一铁的，然后在那么一个插一拉一抽屉，然后里头一排，就这个电烤。后来我其实特牛逼，我长大了以后我去外地出差，竟然还有大牌子写着北京电烤羊肉串，我都成一个，对，就成固定北京口味了嘛。电烤就不是炭烤，是电烤的，电烤的是腌过的串，上面搁芝麻。嗯，我记得好像是那个炭烤的卖两毛三毛的时候，电烤卖五毛，因为电烤大这串也好吃，味道不一样，但是对味道不一样就也好吃。然后现在就是
唯一我知道宝成电烤的就是西安了。那西安饭庄的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我不知道。西安饭庄，其实我真正吃西安饭庄是因为吃不着外边哪儿都没有电烤了，就西安饭庄还有，才后来才去西安饭庄。也而且西安饭庄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那个电烤羊肉串的那风格，味道没变。基本上我后来我和我媳妇儿，我教你们最后临了我讲这个，其实北京羊肉串就是这个碳烤羊肉串和电烤羊肉串。北京的碳烤羊肉串和其他地方的碳烤羊肉串，我觉得最大的区分是什么呀？北京的碳烤羊肉串是，小串儿，就烤小肉。咱们每次穿的那种小肉，对，我自己穿，就新疆是玩那大块肉的，北京是小肉，就是一竹签小肉，这是北京风格肉串，竹签的小肉玩肉筋，什么的，这是北京风格的串。然后呢，电烤北京，其实真正的北京，我觉得羊肉串风格是电烤串，就西安饭庄那风格，个儿大，对吧？就是吃过瘾，就这两种风格，这是北京的两种烤串风格。其他别的生心，你现在在吃别的，那都是其他地区的烤串在北京。然后北京其实还有一种烤串，什么？就大家肯定得底下这时候喷我，我没说什么炸，因为北京还有一稻香村炸串，就芝麻炸串。但是那芝麻炸串有点像回民做的东西，对，回民有牙签肉。牙签肉，就你去那红生澳什么的，红记，对吧？红记就有门口那边牙签肉，那牙签肉跟那个一样，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炸串基本上这是北京的三种羊肉串风格。然后呢，我对这个电烤串啊是最有研究的，因为我太爱吃电烤羊肉串了，因为这碳烤我自己能烤吗？我从来都不在外边吃，因为外边吃的那个肉太贵了。我吃不起，这肉也不行，我吃得到我那个标准的那种，吃穷了我了。以我那个，以那个频率和量，对，我以我那频率和那量，真正就直接给吃穷了就，所以我就得自己烤，碳烤。电烤呢，我真不知道人家怎么腌的，怎么都腌不出来它那风味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说，就后来就只能在外边吃，但是呢，吃西安饭庄有秘技。就是你要直接去吃西安饭庄，我觉得你就算棒槌不懂。那怎么吃？去吃西安饭庄应该怎么吃呢？首先，西安饭庄的电烤羊肉串不够辣。对。你要自备辣椒。辣椒末。他也没有辣椒，他那儿也没有辣椒给你准备，往上给你撒辣椒没有？自己在家带，从家带。你从家带上你最爱吃的辣椒末。然后呢，再带上香菜。把香菜也切好了，切成末，两包香菜末、辣椒末，然后我一般还让我媳妇再多带点孜然，因为她那孜然也不够。然后带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到那西安饭庄以后呢，你就跟她说带走 ，take away， 打包。对，你千万别说在门口吃，这样的话你也不用交她那个签子钱。对，不用交签子押金。对，你不用交那押金，你就直接给她钱，然后就是她拿一饭盒唰把那肉就都给你捋在一个饭盒里头了，一大包肉。一般我就是买100块钱的羊肉串。10串，对，然后全捋在那饭盒里头，就一大饭盒肉，然后呢，我得还得带着牙签儿，然后呢，你就出来以后呢，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这东西全都倒进去，然后就一和，然后一打开，你就站路边拿着牙签儿，跟你媳妇儿，咱买一旁边买一个那个凉水，不是，还有那什么。他那个西安饭庄旁边还有您那什么的盐酥鸡，咱每次不带牙签的时候就去点个盐酥鸡，牙签就有了。对，弄一盐酥鸡，这样有一大竹签子，